找好友当工作伙伴，小心老板地位不保。宪哥啊，请连长跟在他身边。有一次有一个制作人要请宪哥吃饭，好了，吃完了，制作人说好吧，那宪哥都帮忙啦，那我来买单。连长跳出来，不要，我买了，让宪哥展现大气的一面。宪哥终于忍无可忍，你当时就助理没有助理的样子，吴宗宪，你站，我是你连长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Hello， 你有事吗？